好，端午节呢是中华民族每年一个非常重要传统的节日。南加州的侨界官员们呢也特别透过东森美洲电视台，要向全美的侨胞献上端午节的祝福。在此呢，代表中国总领馆，对我们广大侨胞给予节日的祝贺，祝大家节日愉快，生活幸福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。祝福大家端午节快乐，吃很多很多的粽子，祝大家健康，有幸福的家庭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健康康。在这里呢，祝我们东森所有的观众们端午节快乐。在这里，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华裔民选官员，祝贺我们。